在车站内遇到地震时，应立即保护头部，就地避难。当摇晃停止时，应依照站务人员指示，依序疏散到安全的地方。地震时，若在月台边，应迅速远离月台，赶紧躲到墙边或柱子旁避难，并留意天花板掉落物。待地震稍歇时，应遵从站务人员的指示，不慌乱推挤，依序逃生。